Hello，新的一期又来了，带大家继续重温小细节嘞。为什么明明可以搭桌子，爸爸你非得答应一件事呢？依依还扶腰护着嘞。小奶姨撒娇。我不理解，并代为震撼。喊卡乐为什么还要摸腰和舌舌？重温桌球小细节，杨迪真的超甜。就这样，下期再见喽。